又到了澳大利亚悉尼南花迎花开的季节，一出门你便可以看见许多兰花楹，紫色的兰花楹有时候会让我想到乡亲的一种颜色，那就是蜡染的颜色。我身上穿的这个裙子，它就是蜡染布料做成的，那么肩上的这个台布，它也是蜡染的色彩。那么在这种紫色的氛围中，我今天要做一款紫色的点心，它的原材料呢是用紫薯做成的，也就是白皮紫薯。这款点心是非常特别的，等会儿你看看它的特别之处。